美丽的侯爵夫人圣塞雷斯在一次贵族聚会中与西班牙新上任的外交部长拉蒙塞拉诺一见钟情，拉蒙对她展开了疯狂的追求，开始一直拒绝她的圣塞雷斯却越陷越深，爱她到无法自拔。这天奥利维亚去找马蒂尔德说夫人找她，却发现她正紧张地把偷来的食物藏起来。马蒂尔德应声赶到说很抱歉得知国王的死，怪不得前几天夜里从意大利打来电话。侯爵想起了那晚的电话，明明妻子说是姐姐打来的。马蒂尔德发现侯爵母亲留下的那对绿宝石耳坠不见了，圣塞雷斯只能搪塞说前几天还在，并嘱咐他去孩子或者家教的房间找找，毕竟他们常在那玩耍。马蒂尔德小心地翻起他们的柜子，发现了奥利维亚偷偷藏起的手枪，听到了楼梯有动静，他连忙出了房间。奥利维亚也发现了自己的东西被人翻过，他找到马蒂尔德说孩子们进了他的房间，有些不安全，因为我为了防身那有一支枪。马蒂尔德说这不是件小事，必须要向夫人汇报。看他这个态度，奥利维亚说出了看到他偷食物的事，并承诺自己会把枪保管好。马蒂尔德被抓了小辫子，自然没有去告状。拉蒙的死对头瓦雷拉被弗朗哥任命为总理，当拉蒙来找弗朗哥想知道为什么时，他说任命以下无法更改。西塔也来找姐姐说为何没有问拉蒙的意见，姐姐说这是国家大事，弗朗哥这么做一定有他的道理，何况我之前也并不知道。西塔说丈夫玩命的工作，每天都在刀口浪尖，姐姐说我们一家人不应该为政治的事闹得不愉快，并告诫妹妹应该看好拉蒙。西塔问你说的是那个歌手的留言吗？每周都有拉蒙的新留言，但我相信他，他们不欢而散。那边当着弗朗哥的面，拉蒙和瓦雷拉将军因为拒绝英国的事而起了纷争，弗朗哥要拉蒙给瓦雷拉道歉。 No, no es así. Reconsidere su postura o de lo contrario tendrá que tenerse las consecuencias.他们没好气地回了家。拉蒙说我现在和弗朗哥的分歧已经越来越大，当他不需要我时就会把我踢开，但西塔说我们是亲人，你对他很重要。拉蒙表示他曾经判了他最好的朋友死刑，我又算什么。西塔连忙解释他很看重你，你是唯一能挽救西班牙的人。拉蒙想带全家去巴黎，可西塔说为了孩子我们不能离开这。伤心的拉蒙写了便条让司机给圣塞雷斯，很快圣塞雷斯和女仆一起出门了，但路上他说我要去找我母亲，你和侯爵说我和我母亲和姐姐在一起，并让他三小时后来接他。他们前后绞尽了公寓。圣塞雷斯愤怒地说你不能只顾自己半夜给我打电话，这样把我当做一个随便的女人一样对待。拉蒙说外面有很多有关我的留言，但我真正在乎的只有你，他们忘记了一切纷扰。圣塞雷斯表示要和侯爵去圣塞巴蒂安避暑，每天和一些体面的夫人在庄园玩桥牌吃晚餐，要有三个月见不到他了。家里侯爵叫住了马蒂尔德问夫人呢，他回答夫人和他姐姐在他们的母亲家，我们约好八点去接他，但侯爵说没时间了，今天晚上突然有一个晚餐聚会。马蒂尔德说我现在就去接他，说着就慌张地出了门。侯爵给丈母娘打去电话让妻子接，但他说圣塞雷斯不在。侯爵纳闷，明明他说去你那儿了。丈母娘只能给女儿圆谎说他和他姐姐刚离开。侯爵挂断后又给他姐姐拨去电话，可姐姐刚进门正好错过了。他翻起爆炸那天的报纸，看到了妻子的照片。这时圣塞雷斯来到了母亲这里，他问女儿究竟怎么回事。圣塞雷斯全盘托出和拉蒙的事，母亲告诫他如果这件事曝光就会毁掉你所拥有的一切，丈夫孩子，你会成为人见人躲的瘟疫，没人能够拥有一切。母亲说你必须发誓以后再也不见拉蒙，否则我会亲口告诉侯爵结束这一切。圣塞雷斯答应了。